主料八爪鱼600克酸菜150克辅料盐糖料酒姜蒜辣椒胡椒粉鲜抽酱油葱鸡精准备食材做法一八爪鱼卖家已经处理好回来就冲洗干净放开水泡以下捞出酸菜洗净切碎放油煸炒一下油热放香辣椒爆香放下八爪鱼快炒放下酸菜放料酒胡椒粉鲜抽酱油鸡精腌匀即可烹饪技巧小贴士一炒八爪鱼的时间不能长二酸菜如果过咸要用清水浸泡一下去掉一点咸味三因为酸菜已经有些咸了所以盐放少点如果喜欢本视频请订阅本频道。